晚上几点？还是十二点？十二点关排位入口，一点钟。你们的账都由我来清算，看看你这高贵的勇气，德莱厄斯，让我来教教你绝望。哎，我没带骸骨。他，哦，他带。我不能死去，除非所有生命都终于。他干嘛？斧子很适合你，格莱洛斯，什么子都不行。推不进去。我将用鲜血的海洋淹没他们。还行，疾跑加闪，够。那我刚刚直接杀诺手有没有机会？感觉好像机会不大。每个梦都是等我扑灭的蜡烛，我。他的线要被卡。趁着我手崩了，但是这一波我们得打1100才能回去，1100的话，我得打一回，得打到6-7分钟，得稍微慢点才回去。莫甘娜又来，感觉像。你在干什么，真诺手？野区莫甘娜打野战，莫甘娜好像是不太强。这不是跳一下？他们称我为恶人，来！我要赢得他们的憎恨。这一次，永远不忘记。战斗手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还买输出，好勇。
我想打一下这个。人，他的线推的是什么？推到这里不推？怎么跟你排到诺手不太一样？我不知道。这就是双排吗？他的 DF 全没了，他闪现是七分，不对，十分二十六。前面刚用完。原始人崇拜王，向我祈求怜悯。鱼人好像上了，啊呜！虽然我没吃饭，但我还是挺具威胁。哎呀，小肥鱼，怎么说？嗯，怎么说？这不口播溜？嗯，不，这不口溜？这个是人吗？这个是人吗？嗯。僵直反杀，是此时一条咸鱼心态彻底炸裂。他们还双排的，这中上是双排的，你能想到吗？我操，要被砍头了，害怕，砍头了，害怕，喂日。Enemy double kill。他们不是打先锋的，应该没那么变态了。我还真在打呀，还塔完了。可惜点还没给到莫甘娜，不然我能杀。点攻速了吗？带了一个环形。剑魔是要一点点攻速的，任何英雄带一点攻速都会比较的顺畅。任何英雄。太糟了！从现在开始到世界的尽头，我将杀你一遍。压三级，他还在出啊！他妈的，买个耀光，你干嘛不买鞋子先呢？这英雄要机动性跟防御的，那你这样买怎么杀对面的？
剑魔是带一点点攻速就好了，就我带的符文，带两个攻击力啊。这里点攻速就好了，这里带两个攻击力。我建议是两个攻击力，因为你带两个攻击力敲人会痛一点。哎，啊。那两个攻击力会好一点。哎，这哥们不想玩，不想玩了。头像装备小一点可以，你就不越叫我小，我就越不就叛逆。越叫我小，我就越要大。就叛逆，就叛逆。为什么敢这样吃线？我也不懂，这你得去问一下他，这是未解之谜。基本结束了。这样玩你跟上次。有好东西啊。人？你怎么跑东西去了？操，虚弱！哎 ，ADC 带虚弱是真的烦。ADC 带虚弱。这把需要带血人血吗？还行，诺手的1000块。这没事，跑来我上个尺度上。跪下，你们这些凡人，让我劈干净你的脊梁。他怕死，不敢吃这个路程。这把应该也是要带那个骸骨的，没带到骸骨。真就不对劲了。我必须。你怕急什么呀？急什么？换线打。ADC 带虚弱真的烦。这居然打不死，这是你叫的这声音吗？还行，围剿，没办法，没魔抗，打我太痛，操。这女坦的配音谁配的？叫这么难听。
吧，兄弟。我要破电子，他怎么还带线呢？破罐子破摔了。17分钟，171刀，1秒1刀，还行。救护车来接诺手了。微笑，而且一边微笑，一边杀人。随便跳一个。嗷！哎，外卖到了吗？他不是敲错门了吧？1分钟等于100。那么多生命都将被我终结。他是不是真送错了？有点虚，说实话。说实话，这我自己走会好一点。哎，还行，偷死一个。哇，这么牛，还是死。说实话，还是我自己走会稳一点。全是他们物理伤害打的，被砍头。我自己走的，有破镜子可以加双卡，100多的双卡，双卡。神与凡人，他们全都该死。1100诺手拿了1100，全是诺手的人头，是，要消失。BOSS 要刷的上路了 ，BOSS 要刷的上路了。我右手直接死了，直接死掉了。我自己走。全在上。我的五杀，哎呦，五杀的，爆了，故意的，这些人真坏，还要抢我炮车，老子五杀的，我透，烦死了。
我都他妈五杀了，他过来干，我来高光时刻。七十我能。兄弟们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好烦啊！没拿到五杀还死了。哎，真操！气死我了！你，队友就是来抢人头，肯定是抢人头。妈杀完了，我大妹都刷新了。要是能把队友杀了就好了，确实，能把队友杀了，我第一个人出来。我们还有个卡莎，哎，我们居然有个卡莎。我还有我们 ADC 这个轮子吗？来个水银腰带的，把这个换布脚鞋会好一点，换布脚鞋就很肉，两百布脚。两百布脚。今天我走纯速度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贴贴贴贴。红帐炮车不要了，不是不要了，是没机会去补。咦，小青蛙，小青蛙，又是经典破防，他不来我还真不一定会死。交了一个技能全交完，开玩笑半血，好狠，应该能一波吧。手有三件，他伤害是挺多的，伤害全是他打的。哦，我被控到死，一堆技能打我，这么恨，该一波了。三路兵顶得住这三个人，顶不住三个超级兵，拿下兄弟们，大点不关注。大水银可能就不用死，大水银用完还能有后续韧性。还能有后续任性。